好，我们快走。今天谁也走不了。没有这个，我看你们往哪儿走。穿越器的使用方法我知道。哦，这么快就搞明白了？小宋，你可立了功了。宋江，原来你是内奸。你还好吗？儿子还好吗？我决定了，做完这周的手术之后我就辞职。这里的工作太忙了，真的太忙了。可是我真的想回家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。哎，不行啊，我要这上班时间不让打电话，回头再联系啊。懂就多了你。我说你把我爸关哪去了？我不知道你爸是谁，而且这里人都是编号，没有名字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哪里能查到这些编号？赶紧给我找宋光明的编号。我不知道哪里能。你刚才说是谁？宋光明。啊，我知道有一个叫宋光明的，我可以带你们去。别废话，赶快走。走。小海，爸，小海，你怎么进来的？爸，小海，爸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他们把你也抓进来了。爸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哎呀，没时间解释了。这几个人是我朋友，我还得去救一个人 ，Jason， 他是我一个加拿大的朋友，也被关进来了。你说的是个外国人？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就在隔壁，我看见他被抓进来的，黄头发，大个子。啊，对，没错，是他。时间，快去开门。好。哎呀，要跑！哎，李逵，别追了。我们现在有这事要紧。好。老子跟你们拼了！就打死你们！打死你们！把传奇交出来！看是你快还是子弹快！给我上！动一动！传奇在我这儿，你们实在往前走一步，我就把他给摔了！别别！都不要开枪！没有我命令，不要开枪！我留下，放他们走。小海，我不走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啊！小海，我也不走，我们要在一起。这次你们抱他们箱子走，快一点，要不然我把那穿越器给摔了。对对对，小海，快走啊！走，快一点。
有好多警察，还有好多警车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们杀回去，趁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好，跟他们拼了。哎，等等，我们就这样去了，还叫什么趁其不备，出其不意啊？那你说该怎么办？等等，那我去弄几条狗皮。好。好。小海，你们不该来救我，为我一个老头子连累你们了。叔叔，别这样说，我是小海的好朋友。梁山好后面有句话，为朋友两肋插刀。你们都是傻孩子，小海，这时候你应该在家陪着你妈。爸，你放心吧，妈挺好的，身体也挺好的，爸都挺好的。还好梁山的兄弟们都跑出去了。Jason， 真对不起了，哥们儿，这回把你害惨了，都怪我。没事，梁山豪门常说，40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到时候我们还做好汉。恭喜周书记拿到了穿越器，有了这个技术，无论什么突发事件、群体事件，我们的警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到达维稳现场，将颠覆煽动分子一网打尽。是啊，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啊。周书记的意思是抓那几个逃走的？他们几个不重要，主要的是这个穿越器的原理还有待研究。周书记，我与那宋小海有一面之缘，曾经帮过他一次，按理说他欠我个人情，不如让宋江前去套套消息。是啊是啊，这宋江还打算的挺好。周书记，我觉得这件事交给宋江，他一定能给你办好。那好吧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。小宋，你还挺有潜力的。石主任，刚接到一个电话，他们需要一个肝脏，我查了一下病人数据，408号符合要求，需要立刻手术。好的，我马上来。其实妈病情，你们三个起立，靠墙站好，动作快点，不许回头看，靠墙站好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爆饭到哪儿去啊？放我走。哎，在干啥？你们要大家去哪儿啊？少海，如果你能活着出去，一定要把这里的邪恶曝光真相。快点，干什么呢？二爷就是饭点还等着呢，走啊！爸，爸，我们。你们是犯人类，你们是纳粹 ，You must be punished for this。你们禽兽不如，你们是杀人魔鬼。
们来了，我们来了。你们好吧？没事吧你们？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呀？我们回来了，江总一起走。你们真的是不怕死的好汉，怕死就不是梁山好汉。我还以为活着呢，快去救他。走走走。我真遗憾，没有在活着的时候把你们这些勾当调查清楚，曝光出去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们将会为你们所做的一切罪恶如数偿还。小刘，还是你来吧。没有穿越器了，我们只能从通道跑。如雨不测，不要管我，一定要带上我爸和金子。好，这许多废话，让俺黑旋风杀出条血路来。大哥，铁牛兄弟，小海兄弟，你们都没事吧？宋江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接到你的电话就进城赶来，我在外面守候多时，见没有动静我就闯了进来。好，你快走，今天谁也走不了。没有这个，我看你们往哪儿走，还不赶快与我合作，交代这个穿越器的原理，兴许我给你们留条活路。做梦，我什么都不会给你。你们什么都不会知道，穿越器的使用方法我知道。哦，这么快就搞明白了，小宋你可立了功了。宋江，原来你是内奸。宋江，你竟然投靠着红巢鸟人。书记，要不我给你演示一下。宋江，你妄称梁山好汉，什么替天行道，全是扯淡。什么梁山好汉？不错，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正是900年前穿越而来的梁山好汉胡宝义，宋江，宋公明。你把他放开。宋江，放开我儿子。你放开，放开我儿子。宋江，你竟然跟他们一伙的，为什么？告诉我，宋江还在多伦多的行踪。反正你也抓不着他。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他们会去天上云间？因为他们也要找你们，我安排你们去天上云间，正是让他们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那你为什么要说他们会来这个遗址中心？我不说你们也早就探测到了，所以我就说了，我就是为了要救人于水火，惩奸除恶，替天行道，扬我梁山大义。不要开枪啊，关哥还是他们手上的。对，别开枪，不要开枪。找到我儿子在他们手上，我的。我们没时间陪你们玩，受控，受控。哈哈，这个小宿舍啊，设有一级屏蔽，进了这里
就相当于进入了宇宙黑洞，任何信号都不能穿透。你们还是放弃抵抗吧。周处长，我们是苏家屯分局的，特地前来协助您一起捉拿反动分子。来的正好，就是这些反动分子，不要开枪，给我抓活了。王武迪，快说说怎么解除屏蔽。我、哦、快说，我老娘宰了你。不不不，你们放了他。我知道怎么解除屏蔽的办法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。不要开枪嘛！对不起，周书记，我怕他把解除屏蔽的办法说出去。哎呀，他不知道解除屏蔽的秘密，只有这里人才知道。你们还是放弃反抗，给自己留条生路。小海兄弟，宋江有一事相求。大哥请说。我等自来到这现代以来，一直忙于奔波，不曾有机会一睹《水浒传》之结局，可否在宋江回宋朝之前借我一睹啊？哦，这个呀，不是不能看，看呢倒是可以。这有什么不能看的？大哥仔细看看，看我等最后如何结局。哎，宋大哥啊，您看就看了，这就当故事看，千万别认真啊。宋赵大哥，这本书的结局让你开心吗？李逵大哥，可乐带上了，好喝。怎么样，带的够不够？装满了。宋小娘，你这带的是化妆包吧？啊，是，在这儿买的，准备带回去用。哦，这个毯子好像是 Jason 的。啊，这个毯子我一直盖的，你看，不知道我。没关系，我送给你。啊，三颗油。新泉院系统已经准备好了。哇，那么快就准备好了？当然了，所有的证书都在我脑袋里，永远不会丢的。OK， 那我现在就去送好了。哎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我又做了一个小小的干净。来来来看，只需要按下这个键。这就是时空隧道的入口。现在你们进入时空隧道，我在电脑上把时空隧道的出口设置在900年前的水泊梁山，你们只要收口令就可以回去了。小海兄弟，后会有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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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众位好汉，多保重啊！
么了？那个《水浒传》给我看看啊，给你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为什么宋江大哥看到最后结局的时候还能笑得出来？哎，不对啊，拜托，你这缺页啊？怎么才刚刚到苏公明衣锦还乡？那后边的内容呢？啊，傻爱，不会吧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一直以为《水浒传》是这样写的。你从哪儿买的呀？沙海，你忘记了，这是我托你在中国帮我买的。啊？哎，先生啊，哎呀，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。先不用感谢，又出事了。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是后缀延期不见了。啊？不会吧？哎呀，你一向丢三落四的，你找了你的那个书柜、鞋柜、垃圾桶，你都翻过了没有？都找过了，没有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会不会是被思想叔叔拿到红超区了？啊？